阿西街厨具，各位还知道吗？还没有，知道的人表示有一点年纪啊。华西街厨具，华西街厨具那个立新基金会啊，他们去救他，对吧？救出来以后啊，就暂时送到这里来。那暂时送到这里来呢，那个那些原住民的那个厨具啊，就收到爸爸妈妈的来电信啊，说阿辉啊，你用上帝呀哈。哎，人口贩子吼，来啊！我迄久甲你卖十万吼，出来人要甲我偷十万转去啊，对不？啊，你人无去啊嘛？啊，爸爸妈妈没办法吼，还这钱，所以你还是回来上班吧，啊，你那个都很孝顺的哈，就晚上翻墙出来，他就那个保镖的哈，就带走，啊，或者他说不要。他保镖就翻墙进去把他抓走哦，所以造成这边哦，本来是只有一个简单的钢哨，就是像警卫的钢哨而已，他为了被骂得很厉害就增加警力啊，围墙加高，结果变成那边就成立变成一个派出所，叫做福德派出所，本来是一个钢哨变成派出所了哦，啊，后来这些，所以这个也造成我们这边的，你在问的问题非常好。他，啊，后来这些厨具有留下来的，就是那跟老欧啊结婚了啊，啊，这边就很多是这种故事，啊，这个，好的故事，不好的故事，这边非常的多，好吧？哎，今天。